我时常在想，那个游走在心中的身影究竟是什么。水击三千里，是灵感，是东方的宏大浪漫。扶摇直上九万里，是追寻，是尺幅之间的天见地坤，是翻山越岭，矢志不渝的信念，是坤。源于自我的飞跃，打破桎梏，探索壁垒之外的世界。上下求索，找到生命的蜕变。心中有浩茫广宇，不再迷失。变幻亦可统一，传承也是发扬。前路浩瀚，未来无垠，鲲鹏之志，不知几几千里也。十三余，原创华服，新表达。